老铁们，今天五一劳动节啊，逛这个白泉的小市场来了，老火了这个市场啊，这市场老有名，老火了啊！来，我拍一拍视频。看，这小市场白泉的呀，老多人了。中午吃俩都干啥？卖啥的都有，这市场老火了，好多娃的也有，卖啥的都有。我一般不怎么拍这种，因为我拍这种没啥流量，但是那个也比他们粉丝多呀，拍一拍宣传一下这个家乡这边的事儿。这个小市场老多年了，这市场从我记事起就有大概30年，其实比这个时间还要长啊，肯定是在我没出生的时候就有这个小市场了啊。来看一看这个市场，可老多年了啊，应该是比我年龄都大，30年40年应该都全是人。哎呀，白泉的小市场大家都知道，好了，不说了。